接着要上的是辨别，这一页不用看，不重要。为什么不重要？因为呢，你用的标准不一样，你的分的方法就会不一样。花岗岩常识行云母跟微量的普通漂染石，拿到手上，先按颜色分两堆，常识行云颜色浅一堆，黑母漂染石颜色深一堆。然后你再去分解理怎么样，分 ，OK？ 拿到手上，先按照解理分，石英没有解理一堆，云母一个解理一堆，角闪石、长石两个解理各一堆，对不对？就先分三堆，刚才先分两堆，现在先分三堆，所以你分的标准不一样，答案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我说那一页不用背，看你怎么分嘛 ，OK？ 不用背，这不重要。那另外就是我们唯一学过，唯一学过化学方法鉴定方法，就是低硒盐酸会冒泡泡，这是我们唯一学过的化学方法鉴定矿物，低硒酸会冒泡泡的。啊，想请问你，我们学过，从刚才到现在，从岩石到矿物。我们学过什么玩意儿？低硒盐酸会冒泡泡。我们学过什么东西？低硒盐酸会冒泡泡。这个号码叫做30。啊，好吗？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暗示国外的理化就学过了一个。国二理化在做那个二氧化碳，都学过一个，请坐。还好你跟我讲大理岩啊，表示你有学问。大理岩、石灰岩跟方解石，大理岩是石灰岩变来的，石灰岩是碳酸钙的化学沉淀，还记得吗？碳酸钙，他们三个玩意都叫做谁啊？碳酸钙，所以低硒盐酸就会冒泡泡。考试就问你。下列哪一个低硒酸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？三个会冒泡泡，一个不冒泡泡。三个不冒泡，一个会冒泡，就跟人家不一样。所以你要给我记好：石灰岩、大理岩跟方解石加硒盐酸都会冒泡泡。这是我们所学过的化学方法鉴定矿物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用途背，我把各家版本的都放在一起了。石器高岭土，前面跟你讲高岭土做陶瓷，杯子本里面有滑石，钻石硬度最大，珍贵的宝石，传说女人最好的朋友，是不是啊？男人心中的悲哀啊！钻石硬度大，其实嘛，因为它硬度大，所以是很好的切割工具。其实哈，钻石还有很多特别的性质，所以有很多很好的用途，可是我们就不提了，反正不提了啊，不提了。OK， 石英振荡频率计时是日本人发明的，借由石英的振荡频率来计时。正常的石英表 ，OK， 正常啊。你的手表如果是发条式的，发条式的，你的秒针的走法是一路走下来，一转一转一转。正常的石英表，你们这个正常的石英表，秒针是一格一格走，一格一格跳，咚咚咚。为什么？它跳振荡频率，是不是我乱掰的？因为我没有背。振荡两万次一秒钟，两万次一秒跳一格，两万次一秒跳一格，跳一格。所以正常的石英表一格一格跳，但现在有人故意把它走的也是这样子顺着走那种，人们顺着顺，但是基本上应该一格格跳的。日本人发明的石英振荡频率来计时。云母前面教过要背，做绝缘隔热材料前面写过了。赤铁矿炼铁是废话，岩盐炼岩也是废话。赤铁矿炼铁什么时候学过它？很好啊，两块还记得，你还记得还用什么原料吗？你还记得它谁当还原剂吗？你还记得什么叫做熔渣吗？没关系，都不用回答我。如果你都记得很好，如果你忘了，就麻烦你回家给我重新看一看。
是铁棒炼铁，拿什么做原料？谁当还原剂？拿出来的铁叫做什么铁？然后呢，什么叫做熔渣？熔渣有什么用途？你们班有回答我，表示你们班程度还不错。下一班就是开始装傻，装作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。石膏做豆腐，石膏像石膏。石膏做豆腐是传统的做法，现在有人用洋菜做，用洋菜做不能加热，会松掉，会散掉。OK， 好，石膏是传统的。水泥渣做玻璃，前面教过要背，水泥渣做玻璃要背。这个是你爸爸教过的石墨，铅笔怎么样？石墨俗称什么玩意还记得吗？黑铅，所以铅笔的铅叫做黑铅，就是石墨，不是真的那个铅。那个铅啊，石墨黑铅啊，石墨黑铅啊，这是你爸爸教的。水泥石灰岩，石灰岩炼水泥。消防衣里面有石棉，我不知道现在的消防衣里面还有没有石棉，因为石棉现在被禁用，不准用。石棉因为第一个它的纤维会造成你的背部的一些伤害。生病，另外它会致癌，它是个致癌物，它会导致癌症，它会导致好像叫尖皮瘤癌，一个很奇怪的癌症，尖皮瘤癌。哎，它的麻烦性是它的潜伏期很长，你可能20岁碰到了10年，接触过10年，50岁的时候得癌症，你50岁得癌症的原因是你20岁的时候碰过10年，同意吗？它的潜伏期非常的。非常长，对，目前石棉禁用，所以我不知道以前它是拿来做防火的材料，防火的材料，所以以前有石膏房就有石棉，现在用什么做我不确定，啊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用石棉，因为目前外面的是石棉禁用，好，红宝石、蓝宝石、钻石，就讲过了，宝石用多少以上？倍以上，为什么要倍以上？因为不会被石英砂，因为空气中的灰尘很多是石英砂，要避免被石英砂给磨损，所以硬度要在倍以上。只有一个例外，珍珠硬度很软，珍珠可以拿起来放到手上摇一摇，它就会散开。这也是被验证是不是真的这个方法，放在面然后磨一磨，有沙沙的，真的。如果都磨不出来，就塑胶。对，这是一个方法。除了珍珠硬度小之外，材料硬度要在倍以上。还有做建材，花岗岩讲过嘛，我们的芝山捷运站嘛，啊大理岩嘛，我们的天母收购嘛，哈、啊，对的。石灰岩好像比较，石灰岩不是也很好，因为石灰岩会被酸腐蚀掉，酸腐蚀掉，所以做建材，还有蛇纹岩、安山岩都是做建筑材料，用途看一看就好。这里就纯死背，就跟我背就对了。尤其是那个重复出现，什么云母绝缘隔热啦，什么石英砂炼玻璃啊，这种重复性就是重点，你就给我好好的给我记下来啊。家人有人有问题吗？没。